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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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游戏。这是什么小游戏呢？展开看看吧。哇，这是什么？夹东西。这是一个塑胶袋小游戏。哦，这个纸很好玩，你赶快去玩。这个纸超好玩的。哦，等一下，这个是什么？不是没有东西可以折。我从哪里放进去？可是没有电哎、欸。谁放屁呀、啊？你坐这里。好。然后你要拿一个钥匙在哪里？好。钥匙在那里。好。然后哦。你要拿这个钥匙给它碰一下，哦，嗯，哦，噔，噔，哇，上去，有抓到吗？哎，哇，这个是左右，这是这边，哦，然后这个是抓。哇，有夹到吗？你要夹上去呀、啊，没有夹到。要怎么办呢？哇，这个是夹娃娃。哇！这个是哇哇哇哇，你是把这个都放进去？太多了，没有没有，这个太多了，你先夹这个就好了。要夹一个糖果才有得吃哦。你要放进去呀、哦？嗯。你要送来放。你放太多了。这个，这个。可是你会夹吗？你看你放这么多，太多了。好了。好，你要拿一个钱币这样，给它动一下。这样太多了，夹不出来了。哇，拿不出来了，怎么办？好了好了，来，你用钱币给它按一下，就可以开始。哦，有音乐就可以开始了。然后要前进，过去，下来夹娃娃。太多了，夹不出来了。怎么粘在我的鼻子上？这个太多了，哇，卡住了。哇，只有这些。太多了。好用，好吗？好，好了，来，钱币耶。钱币呢？钱币，用钱币给它按一下。好，开始夹娃娃。我要吃了，我要吃了。好，夹这个。夹到了。我没有夹到耶。
能用到的？因为太多了，没有办法夹。来，你来把白金伞夹出来好吗？嗯。那要用钱币。